新疆是一个美丽好客的地方，大美新疆。新疆我来了3次，每一期都同样的感觉，很漂亮啊，不同的地形地貌什么都有，冰川、雪山、雪景，拍出来的画面也非常的唯美。骑了这个雪地摩托车很开心。好玩啊，再来一次。新疆昭苏的玉湖风景区，看我们背后的这片湖水，真的美得像 P 上去的美景。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昭苏天马的故乡。让我看到新疆的美，万马云水，非常的震撼。新疆南北疆，全是这个最好拍摄的地方。戏中场景非常的震撼，大家来看电影吧。